风云盛宴回读者，烈风暴惊魂，名菜胜利。祝日各路英雄齐集红星，所为何事呢？多谢各位读者。原来是庆祝天下25年马上搞的风云盛宴，延开28席和300个读者大拆风云八道菜啊！最把炮莫过于这两道啦。这些经典招式当然都不少得的，原来将招式变成菜式这个 idea 一年前已经想的了。我们就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觉得哇，如果风云将它想成菜式是挺开心的事。多谢。风云完了之后，马 Sir 说会画自己有兴趣的东西，政治漫画又怎么看呢？政治不敢画，政治就不画的，不是不识嘛，我想要买一些识的东西，你相信的东西。今餐委委埋单650，不过吃得开心就得啦。我想今天我们这一餐是没有赚钱的，一定是蚀本，一定是蚀本的，一定是蚀本的，一定是蚀本。但我们希望赚的赚到开心，读者的开心。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啊。预约堂解变通，畅快便便，梗是开心了。万宁读埋